看一下，他老太再替他重新要个公道，看一下他的孙子是九州办啊，就被孩子治没了。追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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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干嘛呀，小伙子？我不想，我不想待这里。你不要动他！哎，你别，你不要动我！不想待这里。我不要动他。他过来过，他过来。我不想待这里哈！我不想待这里哈！哎，你怎？哎呦！你怎么了？你要咋样？我把你堵掉！来，堵一遍你就不行。是你逼的。要让这个。你逼了。我说不让了吗？好你听姐的，听姐的，好不好？你听姐的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也不拉你，好，动下车，是不是？他是他爷爷，我们唯独就这一个孙子，你们都要理解哈，我们本身不来闹的，我们本身是不来的，就是这个畜生，他说死一个孩子算什么？就是这个畜生，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畜生。你把口罩卸掉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畜生。他说死个孩子算什么？就是那个畜生，他说死个孩子算什么？你们都看一下。要堵。我这个说要堵。我注意，对啊。哦。你是哪里的？我们唯独就这一个孙子。知道。啊，现在平时我们没有来过。啊，对。就是他昨天他打电话恐吓我们，他恐吓我们，我们耐不住了。我们再忍也没用，就是这个畜生，你看一下，广大市民都看一下，就这个畜生哈，就这个畜生保安哈，他说死个孩子算什么？到时候他家的孩子回来全部死光了，你都看一下哈，就是这个畜生。